但我指甲有点太长，就是影响到我的专注。好，一 C、两 C、39万的母血量。然后这边可以这样子磨。两组还好，有点痒。血量很高，回复力很高，伤害很低。我是在帮各位测试能不能挡得住，好不好？又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一开始可不可以挡得住。先回个血哈，这边先回个血，然后再开地精。有问题就开地精。真的很痒欸，开个这个真三好了，不然真的太痒了。然后这边我看一下，这个也不能弄掉，看一下啊，要怎么讲？哇，回到105万欸，105万。这边直接开这个真伤吼，两回合带走。好，九康，这样单张应该会有500吧。单张350万而已啊，350而已。这个要做到大爆发的话，是比较难的。要大爆发是比较难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队的血量，是因为，他有单换造型，造型之后的地精血量比较高。那正常来说，没有换造型的话，大概4万多的血量。那地精单张的攻击力是8000，萨鲁曼的话是萨鲁曼不会增加攻击力，哦，这队就是靠地精在打的。那再来这边的话，哈，无视减伤是挡不了的，哦，这边很重要，无视减伤是挡不了的。那这边的话就开一次龙科，无视解散如果挡不了的话，那他能解的盾就少一点。是洛基，等一下，哎 ，CD 二。好，打不死。
这娱乐队，我觉得还是娱乐队啦，我自己觉得啦。哦，这边。伤害就是一般般啦，那其他队伍的他还要开地精的那个转案，那其他队伍的话可能平砍就有这个伤害了。不过这边血量比较高一点齁，这边倒是可以来做一下，收集一下龙科的那个气，集一下气。哦，这边可以打一下，才17000而已，对，痒痒的。那这队就是血量高嘛。这边的话开个这个，这也可以开一开哈，以防万一我们没有打死的话。好，那这边龙科跳起来之后，我们也没技能开。哎，这个能挡吗？无视减伤效果，哦，无视减伤效果，那技能就要开了。我们看一下。加个龙科，好，两组暗珠。好，单张多少？1391万哦！哇，全开都不能破亿啊！这个血量 OK， 哦，6万多的血量 OK， 这就是一蜂王当队长的实战。